叽哩哩，我是抓马。今天我们来看《邪恶力量》第四季第十集哦。上集说到，小卡和黑优哥想要杀死安娜，温家兄弟必然不会同意。于是黑优哥一挑二，跟卢比和大丁打了起来。小卡比较温柔，只是让三米昏睡了过去。眼看小卡就要进入安娜的藏身之地，忽然一道白光闪过，小卡和黑优哥都不见了。原来躲在一边的安娜用自己的鲜血画出符咒，驱逐了天使。为了保证安娜的安全，兄弟俩把她带到了鲍比叔的避难所。卢比还友情提供了两个隐藏行迹的魔咒袋。三米查到，安娜两岁时曾经出现过不寻常之处。安娜发现了兄弟俩在偷偷调查自己，但她无法解释自己的能力。为此，他们找来了通灵师P姐帮忙。P姐催眠安娜，最终安娜想起了自己真正的身份——索达内。原来安娜曾经也是一名天使，还是小卡和黑优哥的上司。对天使来说，服从上帝的命令是天职。安娜违抗了命令，这在天使界来说是有罪的，她被判了死刑。但安娜选择了逃离，坠落到地球，剥离了自己的天使能量荣耀之光，变成人类。现在为了对抗天使恶魔的双重追捕，安娜必须找回自己的荣耀之光。三米正在查新闻找寻荣耀之光的下落，卢比请求三米用之前常用的方法提升自己的精神力量来对付调教男，因为比起天使，卢比更加害怕调教男。但三米拒绝了，看来这里面还有隐情。大丁把皮姐送走，回来看到对着星空发呆的安娜。大丁好奇安娜变成人类的原因，安娜说人类有各种感情，而天使只有服从。真正见过上帝的天使只有四位，其余天使都只能靠着信仰上帝生活，一旦怀疑信仰就会被杀死。三米查到安娜的荣耀之地所在地，几人开车去寻找。一辆车上同时载着恶魔和天使，大丁认为很有趣。当他们达到时，安娜发现自己的荣耀之光不见了。回到住所，安娜听到了天使们的声音，天使威胁大丁如果不交出安娜就要把大丁扔回地狱。大丁自然不会妥协，只能和三米分头寻找对付天使的办法。安娜单独找到大丁，告诉他自己听到天使们谈论大丁在地狱里做的所有事情。大丁不想谈这个话题，安娜安慰大丁那不是他的过错，自己会永远支持大丁。这样的月色，这样的话题，大丁和安娜情不自禁地为爱鼓起了掌。嘿，这发展也太快了吧。不过温家兄弟俩也是牛逼，一个睡恶魔，一个睡天使。掐指一算，大丁睡过的女孩我好像两只手已经数不过来了呢。卢比背着众人召唤了调教男，想用安娜的命交换温家兄弟以及自己的自由，却被调教男的小弟们抓住。调教男用恶魔匕首残忍地折磨完卢比后，询问安娜的所在地。卢比为了保命答应带着调教男去找安娜。另一边，黑优哥单独进入大丁的梦中。原来安娜的荣耀之光是被黑优哥拿走的，不同于小卡喜欢大丁，黑优哥很讨厌大丁。他让大丁在交出安娜和兄弟俩被杀中做选择。天亮了，三米发现卢比不见了，天使小卡和黑优哥忽然出现，显然昨晚的梦里大丁选择了交出安娜。三米感到震惊，但安娜却体谅了大丁的想法。他吻别大丁，走向小卡，准备迎接死亡。刚想说这么活好不粘人的天使简直感人，谁料调教男领着小弟和卢比出现，天使与恶魔正面对上了。吃瓜群众温家兄弟、安娜和卢比都偷偷躲到了一边，天使与恶魔互相放了一阵嘴炮，然后打了起来。你们敢相信吗？天使与恶魔打架居然先来一段肉搏，不是应该直接法术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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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黑优哥用天使之力干掉了调教男的两个小弟，小卡的天使之力却对调教男没用，反而被调教男压制住。眼看调教男就要念咒伤害小卡，大丁用棍子打断了调教男的毒条。调教男非常生气，用法术控制了温家兄弟俩。混乱中，安娜抢过自己的荣耀之光开始吸收，她让众人闭眼不要看天使的光芒。最终安娜恢复了力量，而恢复时发出的天使光芒则赶走了调教男。安娜恢复力量后就不见了，小卡和黑优哥只能离开。原来把天使与恶魔聚在一起让他们大乱斗的主意是三米想的，大丁和卢比是计划执行者。事情结束后，大丁告诉了三米自己在地狱的经历。虽然大丁在人间死去的时间只有四个月，可地狱的时间流速跟人间不同，他原来在地狱足足待了40年，每天恶魔们都残忍地把大丁抽筋拔骨，直到他变成碎片，然后大丁又会立刻恢复原样，再次被恶魔折磨。每天的折磨结束后，调教男都会出现，他告诉大丁只要愿意这么折磨其他人的灵魂，大丁就不必再受苦。然而每一次大丁都拒绝了，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30年，大丁再也无法忍受，最终向调教男妥协了。等到大丁重返人间，折磨其他人灵魂的这段痛苦不堪的经历就成了大丁内心的创伤，他无法原谅自己为了求生做出的恶魔般的行径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，记得按赞和分享哦。
你的支持是我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。邪恶力量系列将会在每天中午12点更新一集，我们准时见哦。